情冷暖，愈滚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真嚣班，谁人要来我面头前也不容易。我唔知影我做啥物代志，让你对我这尼啊歹。要听吉无辜啊！你敢讲你无叫李有惠替你跳来侮辱我？我已经听纯纯讲过，你根本是一个被放生的残花败柳。你明明的血气强袂得过，谁人要搁介高高甜？你就是讲你介有志强，你就变高尚？无可能！阿辉就是阿辉。美丽，美丽，你还要送人？切出去！你明明在志强后边，我已经给你看出出来。你甲李有辉拢同款，唔知是啥个惊？还是神骨命，看到阮这有钱人，才一步一步吸我来，赶拢赶袂走。我即马看到恁这人，我就想要吵。你讲这番的侮辱刘毅，你真正有我吵过的呢？你想哪唔敢应我？叫我讲对啊吼！你即马搁有啥物手段啊？敢若袂见笑嘛？你后悔为着要达成目的？挑高伊有心，利用囡仔入来阮娘家。啊你嘞，明明甲人有心过，干咧结可怜结小女，即马想要入去当干？志强，是安怎你甲昊天同款？你哪会这么戆？你是头壳歹金？哪有这种查某骗人狗狗生？你是讲耍未啊？你嘛想讲你有情有势，就当你骂人？其实遐钱嘛不是你家己赚的，你只不过是靠好运，出世第一有钱拿到，你有啥物资格来糟蹋人？志强，咱这是同款人嘞，咱有同款的家庭背景，你是安怎就袂用了解我的心情？因为我甲你无同款，不是所有有钱人拢亲像你安尼，这样也无教养。讲话这么刻薄，现在你的所作所为，敢让我更加看轻你，更加相信我没带你是对的。实在经袂落去，我唔甘愿。你有话是算啥？伊只不过是一个互你放屎的查某，佫是破坏阮家平静的好日子，伊有甚物资格踢球啊？所以要控制敢来啊！也唔可以一直出现在外面头前，而且愈来愈嚣张。
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咧针对我，气气。伊若阁继续安尼落去，总有一天我一定甲伊拼命。妹妹，这种人，我得替你安尼对付。我若无甲伊赶走，伊就会对付。主持人跟伊做领导，你上了解伊着？伊就是一个见一个爱一个，水性杨花，唔知见啥查某着无？你讲了无唔对，伊就是这种查某，伊根本唔知啥物叫做真正。伊爱的是伊家己，伊做啥物代志完全拢无顾虑着别人，心肝阁雄阁毒，只有咱昊天，只有戆大呆才会去爱伊。你讲我一点仔都无，像这种傲查某。根本就无值得。无唔对，你讲我足好个呢。继续讲啊，你到底有偌后？你有会做真侪见笑的，连因妈甲因阿兄拢放弃。其实，伊根本就无资格，佮活在这个世界。我去细汉的时阵，因爸对外口的查某走，李尔辉就骂外口迄个查某，讲伊是歹查某。结果呢？结果伊即马去抢人的红线，伊即马是伫骂伊家己的，伊才是歹查某的。我唔对。伊就是歹查某，伊就是天下第一袂见笑的歹查某。哪笑哪哭，你啉酒醉啊？我无醉，只是我骂你有悔，骂这么欢喜有什么路用？我还是赶快输给叶如意啊！伊就要跟志刚结婚啊！我永远无法度搁挽回啊！这已经过去啊，你莫搁艰苦啊！这永远袂过去，这永远是我心内上大的痛。是安怎我为志刚付出这么多，以前这么多？伊拢无法度了解我的心意，迄个叶如意竟然还假可怜、假善良，伊有倒一点比我还得过？谁若志强到尾还是选择？谁若我会输乎伊？
准准，你从啥？无啊，我感觉这到了无正，我想讲瞧一下。无正？你来看。袂啊，我感觉真正啊，准准。哎，阿爸今年人都无去啊，我搁代志想要问伊呢。啊，看这物件，都袂出来甲我提钱。叶玉就要嫁是来阮家啊，偏偏无人要行到头，都拢看会着，真正够气死！春春，好啊，这物件袂使乌白等啊，那袂啦，等歹去是要安怎？你讲什么？我看这物件就真是差歹，若是无甲伊写乌歹，我心肝子我都跳袂出来啊！啊！你哪会知这一款式啦？你跟我管，树还变了呢。来吧，我才想要找你呢。你伫家拄好。阿哥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讲哦，我结婚刚想要拜托你替我开新娘车，啊，唔知你有闲无？哥，阿姨有特别交代，婚礼迄天以后我甲纯纯做交代。就是阿哥。你若是叫来发去推新娘车，哪剩我一个人，要哪无硬去啊？安尼哦，不要紧啦，无我搁去问其他的朋友啦。啊，也是多谢你啊，我替你继续无用啊，你无用啦。哥真正是啊。伊一直拢知影咱伫咧反对伊甲如意结婚，结果竟然叫我替伊开新娘车，一定是如意偷过伫咧塞龙，今日来找我的麻烦。惊我开车开甲心情歹出车祸。徐来发，你免伫遮伫咧搞我发心地啦。啊，你平常是毋是故意偷过，闹啊啵嗦一大堆？我才毋想你伫自己的时阵，你想无办法。我无办法，你要等你看，看我是不是有办法做动因的婚礼进行落去。进来。哦。哎，看，不是过来听。哎呦，叫你连房间小睇，你都唔。人客来不？干妈，干妈。表弟啊，哎，哦，你看还真有元气呢。是啊，姐啊，啊，你今麦干妈安怎？啊，敢未堪咩？啊，好玩了未啊？啊，放心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像我这款四过来拜四无去的轮命底，就算讲牛头马面要甲我护起来，我咪甲太叔来讨一下人情，请一下金光护底一下。哦，安娜，小夸张一下。啊，喊一声这么大声的。游子，可是多谢恁的关心啦、啊。恁这个哦，身体好人家袂歹，啊若无，那有可能跟恁滚生球。是讲表弟姐，这摆你甲宝宝手术这么成功，啊，公孙啊两个人平安无代志啊，是来好啊庆祝一下。我拍算哦，来挂一罐啦。威士忌，哦，为了我的金孙哦，足久嘛无咱三饮一下咧。不多来个酒坛咧尿尿酸，说来说去，我咧感觉脚尾手咧皮皮出来。嗯诶，你才多挂一块歌，都笑想要啉酒。有志啊，我知影你是咧滚生笑，啊，不过恁姐啊，会甲你的话当作真诶。
一杯尔，无要紧啦。来，威士忌，真正未？哦，好，你等我。喏，我是讲维他命啦。是啊，姐啊，你身体未完全好完，就算讲要啉吼，嘛啉未够开啊，对不？完了啦，你先好好调养，啊，等你身体完全好起来了后，我请你去阮妈店啊，啉烫海，而且还佮有卡拉 OK， 唱甲你烧声，好不？哦，酒头啉有歌通好唱，诶，这好哦，啊，我身体赶紧好起来。对。来吧，爸爸。哎，这是你啉的，害羞，我给你。我的龟毛乌索索，这啥物件？这哦，是我特别请教中医师，啊，叫伊开的药单哦，是去贴的保药，这是够乖哦，啊，而且哦，对这空嘴的手术嘛真有效。阿丁啊，你甲看，咱客家吼，就是无迄个福气啊。啊，因等到三代烧好香，才有法度娶这么好的新妇。唉，即摆阮谈就啥路用啊？要拐拐法啊，巧巧人做的失德代。拖累到后一代。家在讲，我平常是有咧烧香，有咧拜拜，天公伯啊，唔知会保庇阮公孙啊。如意，啊，你甲志强一路咧坎坎坷坷行到即嘛，今日总算是修成正果啊！我是来替你感觉足欢喜。是啊，如意，你经过这么侪波折，才会当找到参照志强这么好的对象，你一定好好把握无？尤其是这个啦。伊唔拿观光救宝宝，而且佫愿意采用安安，这就表示伊是真心希望你会当顺利找到你的幸福。唉，如意啊，以后你就把这个所在吼当作是你的后头厝。可是讲你若是有拄到甚物困难，还是委屈哦，转来甲阮讲，阮两个老的绝对会替你做主。来发爸爸，来发爸爸。您对我温情，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。雅玲姐，咱讲你啊，哇，你真正看袂出来，真正欺骗嘞！讲要官官救家己的孙，三一掀起来连第二句话都无，吼，真正勇气十足。而且哦，佫这么有八堂，万一最后佮新传如意还佫有志强，你真正不简单嘞。太虚都是要算啥？自古早我咧做这以太子爷基金开始哦，看是要刺球啦，草用头去尖啦，草去刷一尖，别个基金哦无着皮肤，我是连毛拢无落，草草，啊别人噗喷米酒，我变喷水就可以啊。为什么会破沙岩变啊？过上刀腿万免穿草鞋啊，更尖为一边更过，一边拖倒过来，只啊拖咧挂头破榴莲。那嘛无要紧，但是我咧讲哦，囡仔人莫有样有样啊，就叔叔有练过的。对啦，玉子啊，啊你甲如意吼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好朋友，是到如意的婚礼哦，你拢爱来哦，爱甲伊祝福，爱甲伊斗老来结账。嗯，放心啦，如意就亲像我小妹同款，伊的婚礼我确实一定会参加。是啊，我一定给如意满满的祝福。我相信如意的婚礼哦，一定是温馨甜蜜、幸福佮快乐。多谢，多谢恁大家，我祝福。好啦，拜托啦。来，给收啦，收啦。嘉欣，哥，有成绩谢谢。大鹏哥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，迄天甲你讲煞了，我都一直伫想关于你身世代志，可能是因为同病相怜啦，啊，我都真关心你，想问看卖啊，今麦你到底安怎？想袂到你阁会关心我。这当真的呀，嘉欣，啊，今嘛你敢有查出任何关于你先生的代志啊？还是讲你妈有甲你讲啥？嗯，无啊，我感觉你讲的有道理啦，
我若是去问我妈，敢若加害伊为难，伊嘛有可能袂甲我讲实话啊。不过，我即马除了问我妈，嘛无其他的办法，通我对早落去啊。对早就真想，这不一定是好事。像我，我搞唔知我的心事，知影真相，无一定是幸福。我一定唔知影家己的亲生爸爸妈妈是虾米人，我实在感觉就悲哀了呢。一个以前，我就是想要知影我的爸爸是啥人，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至少我阁有我妈妈，想知影，起码连我妈拢唔是心爱的人。我真正就想要知影我的爸爸妈妈是啥人。多谢。嘉欣若是一直安尼好奇落去，安尼有一天伊会挡袂牢，甲新世纪文讲出来，到时若是对早落去，这代志就袂收煞。嘉欣啊。你安尼想，这嘛是人之常情啊！只不过你也要家己去查，我是惊你会引起恁妈啊，搁恁姐的注意啊。嗯，我看哦，安尼啦，我来出名，我来去找征信社调查，查看卖你的亲生爸母到底是啥。嘉欣哦，你要帮我调查？帮助朋友这是应该啦，但讲会让你心情快活，这种算小 case。那呢，就拜托你啊！你若有什么消息，一定要跟我讲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让你知影。这段时间就心情放好轻松，等我好消息。好，我知。对啊，你妈是为着要保护你啊，才把这个代志当作秘密，不爱让你知影。啊，所以你若转去哦，你妈爱叫做唔知影，较免让伊伤心艰苦。叫遐尼久，爱遐尼久的妈妈，竟然不是我的亲生妈妈。到底我的亲生爸母伫倒位啊？是安怎，伊无爱提我？妈，搁你啥物情形下离了我？遮尼侪问题，我拢无法度问伊。我伫心肝头，搁足艰苦的。希望大鹏哥会当查出一点仔线索。帮我找到我的亲生爸母。你在想啥？你白头到家？无啦，无啥，我入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来啦！你放心，我袂过甲你骂。啊，不过你若是甲我讲，你拄则安尼摇头甲面，是毋是为了金大风？唔是啦，我是咧想别项代志啦。你来问我哦。我知你无介意听，啊，不过我是爱讲，金大鹏伊种人哦，真正毋是一个适合你交往的对象。我毋是超过伊哦，要骂你。我真正是因为心肝咧足烦恼，伊讲才会对你较大声。嘉欣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我还一直苦劝你哦，是真心为你好。你千万袂应该你的感情放伫金大鹏伊种人身上哦。伊迄个人歪勾起错，你甲伊交往哦，干来伤害到你的感情啦。你这么单纯，唔是伊的对手。姐，你莫烦恼遮济好无？我真正唔是为着大鹏哥的代志，你心情无好。搁再讲，阮干来是朋友尔，你唔免想遮济啦。我嘛根本是我想伤济。嘉欣，你是我的宝贝小妹呢，我绝对袂让任何人有任何伤害你的机会。若真正安尼，我感觉你即马随离开这个所在，转去美国，把你的钱偷完。姐，我有我的规划，而且我阁做多代志还袂完成的啊。不过我阁无想要转去啊，你免烦恼遮济，我知影我给你创啥。嘉欣，才有真侪冤冤枉枉。
我真正无想要让你受到影响。而且金大峰是一个真复杂的人，有真侪是非拢是因为伊咧发生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离伊较远的，好吗？好啊，姐，我要去洗身躯啊。哎，嘉欣啊！看这个情形，嘉欣根本都不把我的话听入去，真足让人烦恼。这个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同我出发，帮我带如意啊！啊，我知影。来我啦，纯纯啊，恁是咧创啥？啊！你要白富啊？唔较紧嘞。好啊啦。哦，大华啦，啊，今仔你是总招待哦，等下先去饭店。我知影。啊，这叶如玉真正是我的死对头，害我昨暝拢袂困嘞。上好是伊新娘车驶到半路碰过。搁拄着陈雷公、西北雨、新娘衫压到陈哥哥。春春啊，你一支嘴安尼细细念，是咧念啥？无啊，我喙齿疼。喙齿疼，安尼上好。你今日啊，就拢卖开嘴。要若无，我今日等下伫咧婚礼啊，搁讲啥物歹听话出来啊？我咧讲哦，春春，我不管你过去啊。对如玉有啥物不满，从今以后你拢甲我收收起来啊！唔通阁破坏厝内和谐。还有，今仔是咱陈家办喜事，咱大家拢爱斗三工，听到无？嗯，春春，啊，我咧问你，你是哪面啊？志哥，咱赶紧出发。哦，来我啦，你们较紧点啊！好，我知影。春春，嗯，你要听到爸在咧催啊，行啦。别去家己去啊，我无想要去。哎，春春，徐来发，迄有点袂客气哦。爸对遐尔啊威仪啊，伊若真嫁一摆，毋是徛在咱个头壳顶啊？拢是你害的啊！你之前上下久甲我保证讲，叶如一定袂嫁给阮哥。啊，即马嘞，阮哥已经欢喜要去娶某啊，想怎变怎安尼？你讲啊！我甲你讲，徐来发，你想是赶紧甲我想办法，阻止伊两个人结婚啊！啊，若无，我绝对帮你耍。徐来发，你在讲啥？赶紧的！来啊！徐来发，阮爸迄边，我会找你，有替你拖的。你紧想办法。家丁啊，你无讲我无收着。这囡仔哦，生做甲你拉花啦，细汉时阵有够同款的。啊，咁你孙？当然啊，加奇怪。啊，但你新妇几个月前我咧看到呢，也无大巴肚啊，啊那向加一个囡仔出来。我拄也是讲，当然唔是，就阮饮食咧厝营养无同是吼同错的啦。嘿，啊我是讲这囡仔甲我真有缘，以后一定真有出息啦。好啊，你啊，来来来，加进加进来。我拿一块死银啊，做一块实力贷，害我有孙嘛袂用得得。来来来，讲囡仔，但是今天吃安怎？吃米粉汤的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大米粉汤的。都唔，吃啦吃啦。好啦，我听你。哈哈哈。唔得，我你就拜呀，我你讲。吃饭嘛，伊个唔知咧啦，来。
走到平平川。啊，那阿秀即卖银顺站未去刷到啦，啊靠袂停啊，拜托你即卖去甲伊坐坐啊。我来来就是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这坐我囡仔未使出来，唔多去刷。对啊，仔啊，囡仔夹来夹过，我连等啊。好。都无囡仔哦，到晒去面朝啊，较凉，较无你晒着啦。好好。哈哈。来多谢多谢，麻烦你，哎，请坐请坐，好，麻烦了，好，请坐请坐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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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啊，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多谢多谢多谢，拢来哈，哎，领导来哈，领导，坐坐坐坐，请坐坐哈，随便开始，请坐坐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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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加多少呢？加多少呢？哈哈哈，请坐坐坐坐哈，坐坐坐，好，多谢了。时间要到啊，你准备好未？准备干差不多啊。如意，你今日实在足水，我毋捌看过比你搁较水新娘。志强，我足紧张的。我伫个，你啥物拢袂惊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代表我心灵加台心的人。如意，你敢知影？会当牵你的手走过红地毯，接受真人的祝福，一天。我已经期待真久真久，今日总算就要实现我的愿望了。如意，多谢你嫁我，我的人生更加圆满，更加有意义。我也甘愿为着你千刀割心肝，请你放心，把你的手交我，未来日子。我永远陪伴你，和你挖苦，和你过上幸福、上快乐的生活。今麦我离幸福真正足近啊，只是安安的心事那是突破。志强，我唔但相信你，我阁真感激你。你无计较我的过去，还阁愿意包容我所有一切。你啥物拢莫阁想啊！一切风波甲困难拢已经过啊，过过几分钟，婚礼就要举行啊。咱的辛苦，我总算是得到代价。
只要会当让你幸福，安怎做吼，我拢袂有冤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珍惜咱两个的缘分。志哥，你原来在这啊？啊，无怪啊，我一直找你无啦。哦，如意啊，挂水的新娘呢？多谢阿伯。如意，你好叫我阿伯啊？为什么开始爱叫我爸爸？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五忙志荣结婚这天，已经五忙真久啊。啊，今仔真正是我上欢喜的日子。如意，我诚心诚意欢迎你嫁来阮陈家做新妇，做阮陈家一份子。新娘子，阿伯，志强，恭喜你呐！好，唔客气，你来啊，多谢。没啦，我跟如意哦，自细汉做伙到大汉，阮的感情就跟姊妹仔同款。伊结婚，我当然来该恭喜啊，永辉。多谢你。啊，志哥，啊，既然李小姐来啊，我相信姊妹仔一定有真侪大事无话要讲哦。啊，无咱出来外口招呼者。啊，你蛮好啊。永辉，那恁就麻烦你留在家陪伴如意。放心，新郎官，你把你的新娘交给我，我绝对给伊顾甲好势好势，袂会拍起架的。多谢你啊！好好好，来，如意啊，来个。你穿这新娘衫真正足水诶，无怪陈志强对你遐尼痴迷。我想是来发这嘛，一定气甲你对心肝，对到乌青灵魂。我这嘛心内上重要的人是志强，而且学霸哪想哦，对我来讲人无重要。我知影啦，是讲我拄仔礼拜那刚刚看到陈纯纯，无看到徐来发，伊是毋真正人家走去避起来？不是啦，嘿，志强因爸爸叫伊做今日婚礼的总招待，所以我想伊即马应该是伫播音安内人客。哦，想起来真正足好笑的呢。过去你甲许来发嘛有发展到要嫁出来的地步，啊，即马却变做这种情形。你伫结婚，伊伫替你做招待，替你这个大嫂伫安内人客。这个画面，我真正是愈想愈趣味，愈想愈精彩。太太啊，我替你哥哥三整理一下哈，来，麻烦你。呀，哇，露背装，来，这样，那样，嗯。找我就对了。太子爷其实亲身出马，什么可能妖魔鬼怪、疑人杂症等嘛，收甲心虚胆寒。啊，你这嘛，等等着，拄会倒棋啊，那哩，这想遐久，输甲伊咧咧吼。啊，输啦输啦，我哩。你拜下你，我咧讲，我今仔日，我哩好看好看。本人今仔要大开杀戒吼。哎，我囡仔咧，嘿，囡仔哪会无伊？你叫你家顾咧？对啊，怎无这道？啊，无看咧。啊无啊，阮拄一个咧行棋，拢无看新婚人来啊。阮某来无？嘛无看呀。无看。是啊，我到找囡仔啦。好，行，来，到时见。那你应该赢吼。新娘生了水，搁嫁着好翁婿。我想自今开始哦，全台湾有一半的查某囡仔拢会真怨妒你，因为你上幸福。有会，你太过夸张啊！来，我讲的是真实嘞。其实你结婚哦，上欢喜的人除了志强以外，还佮有我。你安尼算是替我，甲杨爱梅算一嘴皮。你都无看到。我把你的贴牌提给伊，伊看到迄贴牌的时阵哦，伊种痛苦的表情，确实是替我出一口怨气。
有快。好啊，别阁想要甲我讲啥物冤冤相报何时了这种话。你若是看到伊的样子，安怎找我的麻烦？你袂用知影我的怨恨，这世人是永远都无法度化解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穿新娘衫，光明正大嫁入去伊娘家，给杨阿妹气到死。刘慧，阿姨都要做妈妈的人啊，莫这么囡仔性啦。婚姻哦，不是来赌气的。我知。要不讲，若是因有这种一箭二顾的效果，安尼不是更加赞？你看，你嫁入去陈家，会用修理陈纯纯，会用修理杨爱梅，更会用修理许来发，一盖修理三个，一炮三响。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，最后才看会明。